长这么大了，现在应该比较好带哈。对啊。我刚遇到五楼陈太太耶，她女儿长好快哦。你饿了吗？说楼下怎么了？我说那陈太太啊，那小孩子长好快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take your seats. 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会议即将开始，请就座。就我所知，我们要先来表决上次的决议草案。投票结果为15票支持票，4号2178草案全体一致通过。现在我们要继续此次的议程，全球气候的维护。主席、各位代表，哎，我捡到一个你录音笔，你们只用吗？哦，那一支不用，我用另外一支，先留着。那你玩什么？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持续的融化。哎，帮我拿一下遥控器。嗯。那你带我早点睡啊。嗯。那要看我手机吗？嗯。电视声音先关。嗯、电视声音。啊、哦。好。有没有喝东西？是吧？嗯。那你明天会回来吃吗？嗯，会。最近会不会觉得我们房间冷气变大声啊？嗯，嗯，还好。又来了。你睡了吗？嗯，快了。
昏去拿一下好了，应该洗回来了。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。我刚说你有没有听到？明天啊，衣服有换。所以明天要拿衣服。你这样不说手机啊？嗯。光要调暗一点。嗯。不然很伤眼睛。嗯。先吃吧，汤都凉了。嗯。今天隔壁买的电视，哎，好大一台，我要不要买一台啊？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啊。没有位置吧？有吗？我想说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无聊啊。现在菜好贵哦。是哦。嗯。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有什么声音吗？我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好安静。先吃饭吧，大爷在忙。你不是在想吃饭的时候不要那么安静？这是什么？你喜欢看他的电影，对吧？我早就喜欢别人了。那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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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弄他。好，是下身，很麻烦的。